快嚟玩我哋节目嘅三组嘉宾。首先有请郭权同埋周恩。郭权，广东广播电台南方生活广播戏曲节目监制、节目主持人，同佢嘅拍档周恩。跟住请上嘅系伟斌同埋家辉。廖伟斌，广东广播电台资深节目主持人，今日带嚟嘅拍档系伍家辉。继续有请的是晓君和梁志理。吴晓君，佛山电台资深主持人，携手搭档梁志理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《粤韵风华》特别策划的节目《新地时光机》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宋嘉琪。一开始呢，当然要嗌嗌我们的口号啊，《新地时光机》，祖国我爱你。多謝我哋新秀所有嘅粵劇演員嘅精彩表演，多謝曬你哋，多謝曬各位。今期我哋嘅時光之旅嘅主題咧就係粵劇。嗱，粵劇咧係起源於佛山，咁佢離而家咧已經有幾百年嘅歷史啦。嗱，粵劇咧能夠一路發展弘揚至今，係離唔開傳承、創新、創造呢六個字。所以咧，我哋真係好希望通過今期嘅節目咧，我哋以小見大啦，寓教於樂嘅形式咧，等大家咧繼續去好好地咁感受粵劇嘅魅力。大家話好唔好啊？好。嗱，好多觀眾都好熟悉我哋台上嚟參加我哋節目嘅朋友，因為佢其中嘅幾位咧，就係大家都好熟悉咧、好中意嘅戲曲節目主持人。但係佢哋今日咧都帶咗自己嘅拍檔嚟，不如女士優先啦，好唔好啊？曉君姐，你講講啦。嗱，我身邊嘅呢位梁志理咧，其實咧大家都應該對佢好熟悉，因為係啦。咁我哋其實都好中意粵劇嘅，咁所以我哋就一齊結伴過嚟參加《粵韻風華》嘅節目啦。誒，信心爆棚咁話咯喎。好，咁啊，權哥。系啦，咁啊呢一位咧就我嘅都系师弟嚟嘅吓，咁啊周恩啦，周恩咧就系广东舞蹈戏剧学院啦，而家叫吓嘅呢个教职员嚟嘅，因为我咧就年纪大啲啦，系嘛，咁啊梗系请个后生啲嚟拍档啦，阵间好多游戏嘅，我知道，智慧嗰啲嘢交俾你，粗俗嘅嘢交俾佢啊，冇错啊，伟斌咧，点解今日会拣咗家辉做你嘅 partner？ 我希望粤剧嘅传承发展咧系离唔开年轻嘅演员啦，更加离唔开年轻嘅编导同埋服装舞美嘅，咁家辉咧就喺呢几方面都系教者嚟噶啦，哇！即系三组其实对今日嘅闯关咧都充满晒信心。嗱，咁三位咧都系呢个戏剧节目嘅主持人啦。咁我相信喺从业嘅过程当中咧，一定会同好多大老官咧打个交道啊。咁啊，即系想八下爆下料，可以爆啲即系采访时候嘅料，又可以爆一啲佢哋生活当中嘅。真系好多。喂，边个讲先先？有关大老官嘅事。阿晓君姐你啦，系啊。咁而嗰度印象最深嘅一次咧，反而咧我就係同埋我哋電台嘅一班嘅聽眾去參觀紅線女藝術中心，點知道咧紅線女老師咧知道我哋嚟咗之後咧，會都暫停，然後專門落到嚟大堂嗰度見我哋一班嘅戲迷，所以成班人都好開心。睇到啦，相中個人都洋溢住呢個幸福嘅呢個表情啊！咁權哥咧最深刻印象嘅咧，譬如小陳英老師啦，我第一次採訪佢嘅時候咧，我哋係應該係啱啱入道嘅啫，都唔係好耐嘅。哇！佢好認真啊，喺屋企咧，我記得係一樓嘅，佢住喺粵劇院啦嚇。早早咧已經係沖好茶啦，咁啊準備兩個茶杯，一開聲就問我郭權先生，你今日採訪嘅咩內容咧？啊，第一句話我最深刻印象啦嚇。權哥同君姐咧都係講工作當中嘅事情啦，咁講下生活當中嘅嘢啦，好唔好啊？最想聽呢啲啊，我哋。話説十八年前咧，我就買咗間屋，因為嗰時你啱啱哇，你十八年前買屋真係犀利，嗰時樓價唔好高啫，咁啊啱啱做粵劇節目嘅，咁啊嗰時咧我就哇瞓下，突然間會有人喺度練聲嘅，瞓到半夜有人喺度。拉彈古箏喎，我哇咩人嚟咁？我正想投訴佢哋，咁啊後來冇幾耐咧就開業主大會，大家一齊聯歡啦。啊點知原來成日練聲嗰個咧係曾小敏，咁有彈古箏嗰個咧原來係粵劇院嘅陳小華老師。點知原來我後邊係粵劇院嚟嘅，呢棟樓咧住住丁凡啦、梁君強啦、曾小敏啦、陳小華一大班老官，哇！所以話同粵劇真係好有緣分嘅。佢哋其實好勤力噶，平時咧喺屋企都會加練嘅。係啦。好多謝曬咁多位嘅分享啊！但今日你哋嚟嘅任務咧，就要嚟即係好多個關嚟攔一攔你哋嘅，因為咧你哋攞到呢個分值咧，我哋叫時光值最高嘅嗰組咧，係可以獲得我哋今期節目嘅年代秀之星嘅稱號。有冇信心先？有啦！事不宜遲，馬上開始我哋今期嘅第一關，回答吧，時光機。回答吧，时光机。三组嘉宾同时进行必答题挑战，答啱一题会获得10分的时光者。第一题，
请睇题。年龄最大、舞台演出时间最长的两项纪录，请问当年罗品超是以几多岁高龄出演的呢？ A 83岁， B 82岁， C 93岁， D 92岁。答题计时开始。咦，唔使计时喎。哇，就話咧，親臨現場嘅朋友舉舉手，包括彩排，係啦。我反而冇，因為咧，反而咧係因為羅品超老師翻到佢家鄉佛山嘅南莊，就再演咗一場，而且咧，我哋都搞咗個戲迷嘅見面會，所以咧，我對於佢當年幾多歲攞呢個吉尼斯紀錄印象非常深刻。誒，係啦，權哥有去到，我睇咗睇咗，因為咧93歲係四個答案裏邊最大嘅啦，係嘛？考你，冇理由選最細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咁啊呢？題咧就唔係我嚟揭曉嚇，我哋會請一位嘉賓出嚟同大家揭曉。即刻有請廣東音樂曲藝團嘅曲藝唱家、大喉藝術傳承人羅品超老師嘅徒弟白燕飛老師出場，有請。白老師你好，嘉琪你好。其實咧，白老師啊，可唔可以講講係？幾時開始拜師？我都好幸運㗎啦，我跟咗師傅十年。十年。90歲，師傅90歲嘅時候，我跟佢嘅。咁其中你有冇啲特別難忘嘅事情？係有兩件事。一件就趣事。哦，好好好。當時咧，我拜師咧，就好多傳媒見證嘅。咁當時我婆婆白燕仔咧，就交低咗一條藤條俾師傅，鞭撐我。我就唔係好上心呢條藤條啦，我覺得我都好乖嘅。咁有一日咧。我開咗門入咗去之後，見到花園入邊條藤條出現咗喎。嚇！咁我就其實好忐忑㗎啦，又唔敢問。嗰一日嘅練功咧就好分心啊，但師傅一樣好認真咁教我。咁啊到最後落課啦，咁點解師傅都冇反應嘅咧？咁我啲問題學生又嚟啦，師傅我係咪做得有乜嘢唔好啊？點解要攞出嚟啊？我口震曬咁樣問，我師傅啊，做乜事啊咁？我條藤條喺嗰度喎，咁咁啊！師傅唔係你好乖啊，你又勤力，師傅點捨得打你啊？我隻狗仔啊，佢貪玩貪餵食噶，我拎出嚟都係嚇下佢啫。哦，佢都係就手嘅啫。係啊，佢話佢唔會用喺你身上嘅，你放心啦咁樣。咁你話幾開心嘅一件事啦？驚得你好開心。係啦，呢個第一件。咁啊，第二件咧就係師傅92歲喺佛山。祖廟個萬福台嗰度，佢嘅師徒演唱會，佢就點名要我唱《逆水壯別》入邊嘅《驚鵝》。咁當時咧，我就話師傅，其實雖然你教咗我，手把手教我，但係喺咁大嘅場面，咁多師兄啊咁樣，你選依首曲俾我咧，我驚我應付唔到。咁啊，師傅鼓勵我，佢係唔怕嘅，只要你將我之前教俾你嘅嘢，你認真啲做出嚟，咁就 OK 噶啦咁。到當日咧排練嘅時候，我好深印象。後台入面音樂師傅全部都係名家嚟嘅，佢伴奏住我，師傅喺前邊帶住我唱，帶住我做咁樣同我排練啊。演出嘅時候，我好順利咁樣完成咗。咁啊，師傅都入嚟同我講：你其實我想你做嘅嘢，你已經做到啦，以後繼續努力啦咁。講得非常之好，阿白老師啊，但係講我覺得係唔夠，大家想唔想聽？嗱，咁以前嘅掌聲應該冇得唔唱啦。咁梗係要啦，都要俾大家聽一聽師傅點樣教我唱嗰支《逆水壯別》嘅一小段，好冇？好啊，嚟。光頭和風露，亂雲啊發，烈石悲歌夜。水滩，今番好诗回天守，剑指西徐出夜关啊！逆水
謝白老師，係非常之好聽。咁啊，白老師除咗嚟分享同佢師傅嘅一啲點滴，同埋話我哋演唱一段咁精彩嘅曲之外咧，仲有要揭曉下啱啱佢哋答題嘅答案。哇！佢哋真係快到喎，你知唔知啊？用咗唔夠三秒鐘，全部就寫咗詩啦，啱定唔啱咧？絕對係啱啦，都可以加上十分。我哋再次俾掌聲白老師嘅，多謝曬，多謝曬，多謝曬，下次見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多謝曬，多謝曬。第二題，請睇題。1889年，粵劇藝人喺黃沙買地，起咗一棟可以容納千人居住嘅大廈八和會館，至今已經有百幾年歷史啦。佢曾經帶領粵劇呢個行當，從茫茫邊緣走向中興，會館數度遷址，但百年大門仍然屹立不倒。八和二字喺粵劇藝人心中有住非常重要嘅地位。但據講喺未有八和會館之前，粵劇行就已經有過一啲會館噶啦，並且有未有八和先有吉慶，未有吉慶先有咩咩之説。请问这个先有咩咩入面的咩咩指的是咩会馆呢？答题计时开始。我没办法了，我要快过他们，你明白吗？真的负责计时的朋友你真的可以走的。滴滴滴，马上来公布啊。第二题正确的答案是 D 平花的。临明代佛山民间演戏活动繁盛，本地戏班相继出现，在嘉靖年间建立了戏行会馆，就称为平花会馆，同时都是最早的粤剧行业组织的。恭喜晒，又加分了。第三题同样继续必答题，请睇题。20世纪30-40年代，粤剧大师薛觉先、马思曾等粤剧改革嘅先驱。请问以下边种西洋乐器可以作为粤剧乐队嘅头架乐器呢 ？A. 小提琴 ，B. 萨克斯 ，C. 夏威夷电吉他。好，为咗你哋喺镜头面前多啲，你都扮下讲啲嘢，你哋嘅选乐啊，你点解选 A 啊，权哥？即係對於行外嘅朋友咧，就唔一定知道。但係我哋咧作為行內人咧，由主持節目咧，咁啊一定知道嘅，係咪先？再加上咧，其實以前咧，特別阿樂津師傅用小提琴伴奏係非常之有名嘅，做頭家。所以我爸爸細細個就已經話俾我知，所以我知道。嗯，係啊，今時今日睇下啲樂隊師傅都仲會有見到小提琴嘅。有，係。誒，但未必啱嘅噃，因為我都未真正公布我哋節目組嘅答案喎嚇。但係咧又唔係我公布，亦都會請一位特別嘅嘉賓上嚟公布嘅。掌声有请，他就是前粤剧学校的高级讲师粤剧名家崔德联老师出场，有请。崔老师，你出来揭晓就揭晓，你还将答案已经拿出来了。不如就宣布了个结果先，他们都说是 A 小提琴。宣布不用啊，是啦是啦是啦，已经够了，是啦。不如咁啦，我哋先领略一番阿崔老师演奏嘅风采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好。呢个就系粤剧里边嘅一个小曲嘅，好典型嘅，好典型，叫做《雪中燕》。雪中燕，哦，历演50年不衰嘅呢个《帝女花》里边嘅一首名曲。多謝曬崔老師，不如你同大家解釋一下啦，西洋樂器嘅小提琴點解佢可以作為粵劇嘅頭架樂器咧？咁我哋大家都知道，二演同埋高胡都係頭架。係高胡出嚟之前咧，其實係有個小提琴嘅。嗯，咁高胡點樣出嚟嘅？高胡嘅咧就係司徒夢岩咧借鑑咗
本係咁，嗰條線同呂文成係呂文成創造噶嘛啲粵曲，但係咧佢個好拍檔咧，其實咧亦師亦友嘅。呂文成佢創造呢個風鼓係一種想法嚇，但係受小提琴呢、這個嗰、那個啟發。二演咧點解會諗出個風鼓出嚟？因為二演咧佢把弓咧，直情就係一把射箭嘅弓啊，佢就好粗嘅。嗯到呢頭就冇力嘅，嚇佢嗰種弓嘅形制，咁拉起琴上嚟咧就噔噔噔噔噔噔，係咁嘅啫，而且一撅一撅嘅，佢咧就唔係話拉得好細膩，呢啲就細膩好多，高胡就細膩好多啦。咁、但係高胡之前咧，佢小提琴咧，佢實際上咧比高胡出得早，係喺鍵盤嘅時候已經入，就已經入咗嚟，已經入嚟啦、所以入咗嚟之後，我哋又覺得好啱用，入咗嚟啱用，因為我哋粵劇咧係一個非常包容嘅一個劇種，同廣東人一樣好包容，廣東人嚇、就係廣東人嘅性格嘛。咁喺高胡出嚟之前咧。司徒木納已經用小提琴嚟到咁風啦嘛，好早就喺粵劇當中使用。咁我而家保留嘅上海精武體育館嘅一啲資料咧，1923年已經有記載㗎啦，有記載，唔單止記載，係我已經見到佢嘅樂譜啦。明白啦、OK， 多謝曬崔老師。好，哎，謝謝老師，老師再見。再見。好，跟住落嚟繼續我哋嘅必答題，請睇題。粤剧《闯王进京》是由陈卓莹根据同名京剧改编的，主要演绎了闯王李自成攻陷北京，最终闯军战败，剩下闯王一个人逃走的剧情。其后这部剧亦都通过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表现出来，请问这种艺术形式是什么呢？ A 剪纸， B 黑雕， C 彩绣， D 连环画。哎呀，真系乖！阿伯先擦如乖，我都未话答题计时开始，开始，嚟几乖，睇下伟斌嘅你几乖啊！伟斌讲先啦，系啦，惊你最后讲冇嘢讲啊！讲真，呢个真系我断估嘅咋？咁点解会估 D 啊？因为只有连环画嘅方式先可以将成个故事讲得好清楚啊嘛，可以呈现出啊嘛，系谂其他你黑雕啊，你冇可能将成个故事讲咁完整嘅，但系连环画可以有剧情有情节咯。其实我都好同意阿伟斌嘅呢个睇法。权哥有冇唔同睇法？我同佢商量咗好耐噶啦。吓，成两秒时间我商量咗好耐，真系好耐。佢只不过快过我啫嘛。咧就我哋选咗 A、B、C 啦，前面啊，但系 D 未选啊嘛。啊，咁咪选 D 咯。哇，好夹硬喎呢个真系。好，三组都话系 D 连环画。同样呢一题咧，我哋有个揭晓答案嘅嘉宾嘅，马上请佢出嚟，就系著名粤剧演员邓志驹老师，有请佢个。你好，嘉琪，你好，嘉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今日佢哋啱啱四个都话系 D 连环画，咁啊，梗系要你嚟揭晓下佢哋讲嘅系咪正确答案，因为其中有啲系估嘅啫。全部都估啱咗啊！咁咧就连环画咧系事实上系呢个答案嘅准确答案啦。咁同时今日咧，我亦都将呢本连环画带嚟现场俾大家。就系啱啱我哋，就系我哋啱啱。即係嗰個視頻題當中嘅嗰幅啊，有啲神秘動作。咦，我幫你遮住啊！呢本就係當年1954年薛覺先演出嘅《闖王進京》嘅連環畫。哇！裏邊全部都係佢哋嗰啲圖片嚟嘅。先係個封面，我哋睇到《闖王進京》啦。係啦，咁啊，打開裏邊咧，編劇係陳卓瑩，導演陳友銘。演出啊！演出系廣州市粵劇工作團，當時嗰個老藝人粵劇團，即係白區榮利嗰時候。哦，仲有內容介紹，哇！係啊，呢個演員表啦，可以讀啊，嘉琪。歐兆基係演李自成嘅，咁啊，梁少星咧係演牛金星，係啦，咁啊，薛覺明咧係演顧君欣嘅，白區榮咧演宋憲策。白超雄咧係劉宗敏，譚玉珍咧係洪娘子咧，即係梁秀英啦。薛覺先咧係李岩，演李岩啊。係啦，等等，哇，仲有好多。嗰啲唔好讀，仲有好多。係啊，據我所知咧，就呢個連環畫咧係點咧？就當年薛覺先翻咗嚟中國之後，佢仲未曾參與演出，就跟隨廣州粵劇工作團咧上海演出。咁啊，佢以藝術指導身份，尤其梅蘭芳啊、余振飛啊等嗰啲大師咧，去到車站接佢嘅。哦，咁咧後嚟就馬上叫佢替代歐兆基咧，佢就演咗當時帶去嘅一部叫做《賣怪如歸山起和》，即係蝴蝶杯，佢演咗嗰個田玉村。啊，但係仲未夠。
觀眾覺得仲係需要佢演一部戲，咁當時咧就提議話有個戲可以寫俾佢演。哦，即時喺上海打電話翻嚟廣州，叫陳卓瑩寫，就係呢個。一路寫就一路將嗰啲稿咧就飛紙仔飛去上海。哦，咁係用咁嘅形式咧就排咗呢部戲就喺上海公演嘅。哦，原來有咁嘅故仔。咁後嚟呢部戲咧，梅蘭芳喺上海一路陪住薛岳先陪咗好長時間。睇埋佢呢部戲之後，覺得呢部戲好好好，就提議話當時因為想拍低落嚟唔係咁容易，咁啊乾脆咧簡單啲，有可能調動到嘅條件咧就拍連環畫，將佢拍得落嚟。所以其實每一個畫面都係拍真係拍嘅，係擺位拍，即係擺拍出嚟嘅。擺拍嘅，大家估下啦。請問呢一本連環畫當時嘅定價係幾錢呢？咁你俾幾個佢哋揀 ？A B C D 好啊，嗱 A B C 三個啦，好嘛 ？A 三毫四分 ，B 三元四角 ，C 五角六分。我覺得應該可能係 A 應該係 A 啦，應該係 A。但我都冇留意啊，嘉琪。真係三角四分啊！哇！每組加十分。好，恭喜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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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啦，其實下一題呢都跟驅哥有關係的，因為驅哥都是下一題的揭曉嘉賓。跟住落嚟請睇下一題。歌謠體是粵劇版腔入面的其中一種，請問啱先播放的粵曲唱段是歌謠體入面的哪一種曲牌呢？ A 木魚， B 龍舟， C 粵歐， D 鹹水歌。答題計時開始。好，三個都是 A。我哋唔好公布邊個啱先，不如阿驅哥逐個逐個同我哋唱一下。咁我唱幾句咧，好拉郎配裏邊董代嘅唱嘅。好嘅，好嘅。锣鼓啊响咧，响四呀啊方咧嘅方咧，咣咣笛咣咣咣笛咣咁样嘅吓。咁啊，张家呢有位小姑啊娘，叮笛叮叮角叮叮叮角咁啊。佢相貌生性好似个鵪鵪啊样啊，佢得闲无事仲学西呀啊双咧个双咧叮叮角叮嗱，呢个就系龙舟啦。哦，佢个系声情并茂噶，佢仲有好丰富嘅呢一个面部表情配合埋呢一个龙舟。咁啊，呢啲就系佢啲诙谐嘅特色嘅，其实呢啲现场嘅朋友都好开心。好，再唱多段。好啊。粵歐啦，啊粵歐啦，好啊。粵歐咧，我知道咧就亦都係一路傳落嚟，經過幾百年咁傳。係。咁但係後嚟粵劇亦將佢引入咗喺我哋嘅戲裏邊作為曲牌。成為我哋其中一個元素。咁有一個好代表性嘅一段咧，就係喺《驚柯逆水灘》裏邊，太子丹唱嘅。初進酒，壯君咧行啊！滴滴滴滴滴滴答，滴滴滴滴滴个滴个答，祝君勇把春庭诶含啊啊啊，滴个滴滴滴滴答，滴滴滴滴滴个滴个答，大概咁啦。真係同啱啱嗰個區別都唔細嘅喎，即係你話龍舟同佢嘅話，係啊，呢個好大，速度大區別，係啊，速度又唔一樣，係啊，呢個咧就係粵劇咧將佢變成旋律性。跟住落嚟鹹水歌啦，鹹水歌咧就通常咧我哋廣東咧響東莞啊、順德啊、中山啊呢啲地方，尤其中山最有名嘅鹹水歌啊，鹹水歌佢用佢哋本地嗰啲鄉下話嚟唱嘅。重要是他唱現場即興是什麼情況咁唱的。哦，現場有什麼就唱什麼。是啊，我唱了他。哎，今日我去粵韻風華就拍節目，你妹啊，今晚就不得閒回你家就通你吃飯啊你。咁啊，跟住阿妹就認翻佢。唔食飯就食面咧，等你翻嚟食宵夜咧。哎，你又想啦？阿妹點講咧？話嘿，啊，你去粵韻風華做節目咧，就做飽佢咧咁啊！我覺得呢個好標誌性嘅，其實係啊係啊，唱就大家知道鹹水歌。好似仲有一樣係咪？木魚。咁啊，唱一段咧。好啊。好清楚。好。就係響
新馬師曾名曲裏面過身上膽裏面有一段呢、我都經常唱的，所以這個就不會混淆。英雄淚香眼中歌，哦，正是截擊沉沙歲凋亡，縱使我的身寒，我的志未可，睇行宮冷月橫宵看，映入寒心化劍歌，哦，路行正已未換沙場寒啊！係逆反木魚，所以應該就是 A 啦，係咪咧？就係、是、木魚咧。應該我哋睇翻屏幕寫啊。好。咁啊，佢哋嗰邊咧，每隊咧又可以加十分咁多嚟曬譜嘅啫。Yeah. 但係木魚。聽講話仲有一樣嘢咧，想同大家分享嘅喎，阿崔哥。係啊，今日咧就我咧就帶咗一樣好特別嘅嘢嚟，又係俾大家分享咧。請我哋嘅係啊，唔該，同事攞上嚟啦。好啦，嚟咯喎！呢樣嘢，哇！有冇密碼㗎？哦，人面識別嘅崔哥。打開。睇下先。哇！犀利。哇！噔噔噔。嗱，呢個咧就係。我哋家傳嘅一個木魚書哦，咁啊睇睇，咁我就前幾年我姑姐先至喺個床下底炒呢套嘢出嚟俾我，咩全家寶咁啊？全家寶啊！原來呢本就叫做《玉龍太子走閣八集大陰陽線》叫做，唔係我打開俾你睇啊！你戴翻個手套喎，嚇唔怕啦，今日係清末嘅時候出㗎，有嗱你有其實阿輝哥都好小心翼翼咁拎，你睇下嗰啲紙質，你大家睇下啲紙質，啲紙質可唔可以揭得開啊？輝哥嗰啲。呢、這個動力身，呢、這個動力身，呢、這個陰陽線，陰陽線，陰陽線，呢、這個就係正宗嘅木魚書。哦，即係當時喺民間唱木魚書嘅，又係擔住一擔，成擔書擔住咁，周街過街，咁啊鬧人哋唱唔唱木魚啊？咁啊就挨家挨户唱，你啊揀邊本啊唱邊本。所以呢個係清末嘅一啲書籍嚟嘅。佢有記載嘅係一每一本都唔同。1900幾年出嘅。係，總之呢個係八集嘅陰陽線啊，就係一個故事啦。哇！真係開眼界，因為第一次見到咁有歷史意義嘅一個木魚書，就係呢一個啦。唔該曬區哥。第一关过后，三组嘉宾打成平手啊！每组都获得50分嘅时光值。好啦，跟住落嚟，马上开始我哋今日嘅下一关，就系翻滚吧时光机。第二关翻滚吧时光机，三组嘉宾分别派出代表，限时之内用水就打落道具，根据打落道具嘅多少，分别获得30、20、10分嘅时光值。系啦，游戏即将要开始啦，同样都系同粤剧有关系，识唔识食水酒先？梗系识啦，食两嘢，睇下有冇食过夜粥先。梗系有啦，嚟嚟嚟，我一个州人哭坟咧，有好多水酒工。嚟咯，嚟咯。比如呢个咧叫做片酒啦，呢、這个酒吧交叉酒吧。明啦！本來我哋嘅開始線係喺呢度嘅，既然你咁叻，我哋就好。一分鐘計時開始。喂，唔好預先啦。跌咗個樽，係啦，有連線㗎，叮當啲。啱啱你唔係好叻嘅嚇，啱啱唔係好巴閉。咦？嗱。好似系跌咗四个啦，好似系跌咗四个吓。嗯，加油！哇，落咗只苹果啦噃。诶，果皮。诶，差少少。啊，哇，系啦，大旧嗰啲。呢个，诶，大旧嗰啲。系啦。诶，喂，又跌一个，又跌一个。哇哇，一箭双雕，一箭双雕。瞓喺度嗰啲真系好难搞啊！老实实，系瞓喺度嗰啲好难搞。哦，时间够。第一组罗边花咧，佢哋用水酒咧系揈低咗咧10个物件嘅。好，成功。第
二组七锤头，同样都是一分钟的时间，嚟，三、二、一，睇你啦，始。哇，好潇洒喎，动作就好潇洒啦，不过有啲慢啫，俾啲力度好喎，出力啲，阿志你姐姐，八句，系，出嚟，好，喂，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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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系，哇，超界，超界，超界，哇，好嘢，仲有，仲有，嗱，加油，超界，哇，而家真系十一个，我同你讲，而家真系十一个，我同你讲。仲有一个，仲有一个，仲有时间，仲有时间。喂，啊！好嘢，嗱，我哋未够一分钟搞掂。我哋喺呢张台度咧，系摆满咗十五个物品嘅。咁而家咧，阿比阿智你姐姐咁啊，系咁依整咗十几嘢之后咧，就一首歌嘅名啦，《空空如也》。不过咁样喎，阿智你姐姐咧系有啲毛拉嘅，因为咧佢系。卖出咗一米一米咁样，当唔系喎，但系我觉得咁样嘅，因为点讲人哋都系女士啊嘛，系嘛？你男士啱啱佢咁样咁犀利，佢都出咗一只脚啦，咁人哋女士出多半只脚又好正常啦，系咪？系啱听嘅。好啦，十五个就十五个啦，卖大包啦，鬼叫你哋系靓女咧，好嘢。最後一組啦！啊，而家最高紀錄咧就係全部搞掂十五，咁你哋最高紀錄都係十五個，最多都係打平嘅。我哋但都好有信心，好有信心嘅。一分鐘，加油加油！一開始，一開始。公字部啊，嘉輝老師。條招數係佢，仲有張台，仲有張台，仲有張台。所以話咧，其實越後出嚟咧係有著數嘅，因為佢哋越學識咗咩咧，毛拉啊嘛。係啦，咁啊，因為男士同女士體能方面係即係力量掌握方面又難啲啦，體能方面又難控制啲啦，所以同樣都係打咗十五個落去，但係人哋畢竟係女士啊嘛，係嘛？你第二名啦，好嘛？好。兩關過後，七旗頭組合獲得80分，時光直領先一步，而羅邊花組合同埋茶督撐組合就並列第二，獲得70分，時光直。點樣將呢個水袖功發揮到極致？表現出嗰種行雲流水嘅感覺咧，下邊咧，我請咗位朋友同大家表演一下，我哋一齊欣賞好唔好啊？好啦，馬上有請國家二級演員，嚟自廣州粵劇團嘅演員余碧玲，有請。
红船故事未完待续，究竟三组嘉宾边个可以笑到最后？时光机粤剧篇，精彩下期揭晓。